今天呢要订三块木板，要把这三块木板呢订在这边的墙壁上，可能一块、两块、三块吧。这三块是以前旧家的时候用的，再上去提起我买了两块松木成家的这个，一个119吧，然后就把它这样子，然后钉在墙壁上。因为墙壁上放什么东西呢？我也再看看吧，反正就先钉的，然后看到时候摆什么东西，放一下位置。可以，还要抓左右的位置，高度大概那个位置，等一下再稍微高点，我觉得不想，我们再看能多高好。那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好像可以，这高度拿东西也 OK， 然后上面这边加一格，这个的话东西就比较不会去拿了，但是也要拿得到，好，可以，这高度可以啊，怎么碰都碰得到啊。这片放在我会看荧幕的中间，好，基本上我大概会是这样看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，这个位置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一片比较正中我。好，你 这一片至少买了快十年了，但它只是拿来垫架子上面的层板，这边都是那个有点油渍，这是因为它原本是跨在烤箱下面的，太热它自己会有油给冒出来，就是慢慢会有油，就是不想让烤箱那个柜子被烤箱给加热，因为我要看的是下面，所以这面朝下，这面朝下，好，这面朝下，这面朝下。现在抓的位置是旁边是到这里，好，这是39 38 138，好，这样上去应该可以啊，进来会太那个。想一下，还是把它拉过来一点。我这样1 2 3 4 5 6 6 6 38，你要钻18的洞哎，会被吵死，会被骂死。这要放多高？这里。所以等一下怎么钻啊？因为太高了，先抓位置好了。
这么高可以吗？好，这么高的话，先看一下。这么高的话，东西不小，摆什么嘞？刚好一，好，就是我刚才从这一点的距离是到墙壁是一，现在这一点到那边也是一。你要真的要钻18的洞吗？墙壁进开，行了，这边可以，可以。我现在就先钻12的2 4 6 8 10 12，我上面没有要摆重的东西，所以还好。然后在最后才看要不要补最后6的洞。哎，这边洞可能转歪了，所以我要先弄个固定孔。用钻头的方式看看。爸爸可以安静点吗？可以安静点吗？可以安静点吗？不行，爸爸钻洞出去。先用钻头的方式钻着固定孔，然后再用水泥钻头的方式冲进去。好，站下去了，速度要快，那就吵到别人，已经吵到了，那就是尽量把时间缩短。再来用到螺丝模式，不是用钻墙壁模式。收工，有点狼狈。
刚才用错模式了，只记得换那个水泥砖头，只记得换水泥砖头，忘记转到水泥模式。哦，GoPro也都灰尘了，不过这样还蛮快的，好，八分钟而已，刚才只钻了八分钟而已，好。会觉得有点歪歪。哎，还好。这样已经很窄了。好。应该可以啊，好啦，接下来把它复原了。OK， 搞了快三个钟头，就三个板子而已。哦，干汽车！哦，太低了，头去撞到。哦，没有想到这太低头去撞到，不行，反正这边到处有东西。我不会走这边。这是妹妹每次陪我，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妹妹在旁边陪我。妹妹坐的。我会去撞到这里吗？这样应该比较保险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好，你看这架子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哦，妹妹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可以啊。掉下来。啊？掉下来。掉下来之后就不会掉下来啊。锁了螺丝了，会不会掉下来？不要努力咬，不要努力咬，不然说不定掉下来。不会，也不会放重的东西啊。嗯，可以。好像没什么东西好摆的，还是在摆玩偶。恐龙更不想动，恐龙放上面一点好了。萌萌应该吊起来，萌萌吊起来比较可爱。嗯，它没有地方可以吊。HTCRE， 好。那你要摆那里吗？它将会站到舒克伦的位置，哈哈哈哈，比较少动。哎呀，这会掉下来、啊？哎呦哎呦！
不够平。有有有，车子不能摆烂。你会不会撞到这个？你过来看一下。我刚才去撞到一个，好痛。碰不到。一把五十五啊。我刚才头去撞到。武力放这里。手工。